神照例。第十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呢，明日是开幕在即。今天下午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是格外的热闹，迎来了大波的艺人。金鹰女神赵丽颖、主持人代表朱军以及现唱嘉宾朴树、金志文、张靓颖等都在下午陆续抵达。落地长沙之后，第一时间他们就和急先锋打了照面，说一说，聊一聊开幕式上自己的表演。这一次自己会唱一首歌，终于等到你，然后也会跟张杰合唱和爱的供养。我觉得这首歌比较特别吧，就是这首歌本身比较就是大家非常喜欢。另外的话，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版本，因为之前也有专门跟张杰和金鹏去重新录和声，因为我没有重新改编这首歌。那您在